那么来活团的哥哥姐姐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说唱歌手们的表演，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没有。好吧，一定要有信心才对啊！我们对他们很有信心，我们自己没有信心。这个节目到这里就很好了，完美。啊，就是我们不要加入了。对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那不行，我们还得继续。那么我们现在也要邀请我们来活团的兄弟姐妹们上台。那你们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歌手？来，中年说唱 OG， 来苏醒来说。你先说，你先说。You kidding me, man？这样，我们按程序来好不好？因为我跟他们六位也不是完全一条心的，我们得分组，我们得对抗，我们得选择六位特别好的 rapper， 组成两个战队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先内部分一下组？内部先分组，那要先确定两个队长是谁吗？队长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麻将点数来决定谁是队长。现在麻将点数最高的是思晴老师62票。I'll be the first。万妮达老师49票。两位队长要通过猜拳来选人，石头剪刀布，然后我们选我们的队友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走你，走你，走你，怎么老出布？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名单。不是，你连我们都不选是吧？哎，苏浅。你先选我们，苏醒，你先把我们的队友先选了。I don't give a damn about you guys, OK？ 我看看他们啊。行哥，选我。行哥，选我。你看，有自愿的，我还是看态度的。刘鑫，好吧。哎，别后悔啊！你就是不想让我选你，我就不选你。一个一个来吗？哇哦。那我就选择这个，还是一场兄弟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李四。好嘞，谢谢秦哥。Thank you。这种人真的是，我一点都不想跟他一对了。嗨，又是我赢。你就说你想不想跟我一对，给你个机会。是什么那个？我想跟你一对。我觉得你的队里需要两位男生，两位女生，这样平衡是吧？平衡。你以为是打川麻吗？OK，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四个了。好，那我就自动和申哥还有远哥组成一队。什么叫自动？我本来就要跟万妮达在一队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六位也是根据个人特色分成了两个三人组。第一组是 Coin 阿多 Rich Dog 福来宇航，第二组是 Yosco Bro Fuck 还有我们的中心。因为醒哥你的点数是第一嘛，所以你先来选。这么关键的环节权力在我手里。那我个人说一下，那个福来又很有自己的特色，他一上台我就跟仇生说，哎，这个哥们儿我喜欢，背个包，营造一种憨憨的氛围，但其实他是有自己的内容的。跟你说你也不懂，对哥你说了算，我不懂。You know nothing。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第二位 Richard 唱得非常好，在台上特别稳，要沉迷有力。
你看他那个歌高音假声的那个换声，包括低音下来的部分，包括他的那个节奏都 on beat 特别好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稳定性的歌手。我觉得像邝亚多真的是 OG 了，那上来之后他的内容就非常的厚实。所以醒哥你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对吗？所以说了这么多我选另外三不能这样吧，夸都夸到这边了，我就选择这个邝亚多和 Fly 和那个 Richstar 这一对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要双方战队要取一个战队的名字。女生来，来李斯、刘星。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行。对，不是，这不是名字，不是那个哥哥来，哥哥来，哥哥来。我不仅 I know nothing， 我也没脑子，你来吧你。让我们三位想想，好不好？你们想要一个什么风格的？无所谓，我们都行，我们都行。哎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绝对会让我们等一下在 battle 中占优势，而且减不掉。我们就叫唱艺队，唱艺队。啊，可以。你减呢？我看你怎么减。而且你们敢在节目里公布唱艺队输了，你们敢说这话吗？真行。还得是你啊。你们叫唱艺队啊？啊！那我们就百分百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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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， 那我们就百分百了。好，咱们的决赛规则是合作舞台的 battle， 两队将分别演绎两首歌曲，可自行商量歌曲的改编、段落的分配及舞台设计等。而且这两首也是前一天给到咱们的说唱歌手们，他们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写完了自己的结构的部分，所以现在就等着我们来活团加入到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。 OK， 我们现在要放的是咱们百分百战队的 demo。唱一队的 demo。 现在就请你们分头前往练习室开始准备。好，加油。